你连这都不会啊？我给你个提示啊，生命之源是什么？吃饭。吃饭？那做饭用什么？放米。放米？那你淘米用什么淘？用手淘。那假如你渴了，你要喝什么？奶茶。喝奶茶？啊，喝奶茶。那奶茶的成分是什么？茶。茶？那茶是用什么泡的呀？茶杯。行，我先吃点药。哎呦我的妈！河里有什么？有鱼。鱼？那鱼在哪游啊？河里游。你再吃一个药吧。你看他们来，他们都在表演什么呢？骚。你的语文到白学了吗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解释。不是老师，不是我不学。你看那个语文书，他是4月份天蝎座，而我是5月份白羊座，我俩上课呀，根本就学不到一句。